他从一来就在搞笑。我也有一个美美的美术生。从睡躺椅开始到现在。我之前没有看到的屁股卡住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听到什么？卡什么？我的屁股卡住了。哇，我的门关关不上。没有屁股卡住了。他昂贵的，哦，这个也是美美的小饼，可以了。